剪片时光。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开始我们的模拟市民。我们上次玩到了特务被我关了，既然爱你不到，我就把你关起来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！Oh my god， 保镖，把特务还在为什么我们之前用都不会在？姐姐本来是要说是要把他的嘛，可是他一直拒绝我们。Winter， 他找 Winter， 那我们就出去啊，好不好？既然他被我们关着，我们关机离线，他都还在，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不见，我们就把他关到死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去跟这个年轻人约会好了 ，Let's go。OK 了，我们到了，我们跟他聊聊吧。抱怨问题 ，Winter 给嫁出去了，再这样子下去，真的今天老够困了。声音 OK， 有黑社会的 feel， 真的假的？讲到宝路，我就觉得想到那种狗狗的罐头，宝路罐头。我们跟他要一下电话，然后还可以，我还可以亲吻呢，亲吻脸颊，我们来试试看。现在我们派对已经有一二三四个人，我们心里面还是在想着我们的宝路哥啊 ，Kiss goodbye，Oh my god，Oh my god。我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，就这样子亲吻下去了。哎呦，你看我们跟他已经有那个暧昧对象的关系了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大姐 Winter 应该就会有个如意郎君了吧？初吻，我们来给他初吻好了。真的，我们好像 Winter 是初吻耶。啊，不会吧？他用手挡住我的嘴，我说个巴了喂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哎，我现在有点好像状态不太很好。该回家了是不是？我成功勾引到男生吗？有啊，有没有？我的宝路哥已经是我们的男朋友，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有点累了，有点累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似乎先回去会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们赶快回去看看我们的特务哥还在不在我们的家。然后刚好死神啊 ，My God， 真的不在了 ，Only 不在了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下线他还会在啊？超奇怪的，我们很久没有换我们这些抢的一些东西了，我们把它漆的明亮一点点好了。夕阳起这个放在这里好了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我们的家已经完整了，完整了，很棒。OK， 鬼会上厕所？会啊，他一定会上啊，真的。我们继续来约会好不好？今天就是要如意郎君，那我们再来约会，那我们来要求约会好不好？要求约会，我们的洛卡宝路有游泳池Let's go。好不好？展现我们好身材的时候了。离儿欲长，好吧，继续跟他聊天，主要跟约会的对象交际。我看我们快要生一个小 baby 了，Winter 的儿子 ，Winter 的，希望我们可以生到儿子啊！我们从以前生到现在都是生女的，好不好？永远都没有机会生到男的。我们时间还没过一半，已经快完成。一起裸泳，我们来试试看一起裸泳是怎么样。继续跟他开玩笑，好不好？我们把这边玩完，我们时间快到了，加速。OK， 完成了，完成了。接下来这个有花看者之居者，我们还要跟他深入的交谈，继续跟他深入的 OK， 约会完成，获得金牌了，传奇性的约会啊！模拟市民的家庭物品鉴定中将会出现一个特别的东西，好让你记得有这次的约会。我们完成了一个 perfect 的约会啊，好不好？这样算是不错，我们跟宝路又更进一步的感情。那现在我们状态应该还不错啦，那我们就先来再去上一下太空好了，很久没有上太空了。哦，飞了，我们准备再去上太空了。发现小艇了，皮正要开始吃他的太空人冰淇淋三明治，就发现有一艘小船似乎在叫他的船，有人遇上了麻烦了。皮决定进查看。OK， 好，让他去看看到底是谁，是谁？好吧，哎呦，现在才在打来，听说你跟洛卡宝路成为朋友了吗？哎呦。他在吃醋了，对不对？他在吃醋了，好不好？谁叫你那么难搞，说要当小三，你又不愿意。哦，太空对决了。等皮接近一点之后，他发现那是外星太空船，驾驶的是三眼十六角的外星人。他笑得很开心，不开可能是落难。这个外星人自称是宇宙中最强的星际战士，哇塞，把他绑回来，好不好？他挑战来比赛，并提出优渥奖励。好，接受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是九级了，对决。没有其他的太空对决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，但这个外星人似乎有所计划。当他的触手一挥，他便朝向电平线，然后将他的战机面向皮。皮也做了同样的动作，暂停一下，他要转向回来，冲向外星人说：“对决开始了，进攻吧！该不会把我们的船给搞坏吧？”皮获胜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果然外星人不是当假的啊！他一直升级啊，太空人啊，讲错啊！哦，这个家伙是外星人完成的工作，外星人对皮的技术感到敬畏。好不好？想要给他超越他最狂野想象的谢礼，皮在外星人重新考虑之前，带他赠送的火速冲回家。哦哟，到底是什么大礼？大
到不自然的太空陨石。我们来看一下下，看看皮身上这个太空陨石是多么的不自然，超大颗啊，放门口就好了。嚯、哦，超大颗，等一下再看上去有没有再一颗好了，好不好？再放上去有没有看看？皮真的超厉害。好、哦，可以了，我们准备去约会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看可不可以把 Winter 给嫁出去啊？我们先约他出去，要求约会。保罗哥来了，保罗哥来了。我们现在目前呢，跟他状态还没有到很好，所以我们赶快继续跟他聊。照相，照相，我们继续。拥抱一下，我们再继续去健身房好了。我想要再苗条一点点。OK， 我们先要跟他聊十次天，我们一定要让他结婚，好不好？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，再这样下去真的是老高裤了。五十，哎，已经六了，六了。我们再继续再聊初吻，我们来亲一下下好了，好吧？我们亲一下他初吻。OK， 哎，都是初吻，宝路哥也是初吻，真的假的？帮约会的对象按摩，慢一点，帮他按摩、欸。哎，死神还在拔吗？有啊，但是他就不来啊。我已经想办法，想了很多办法，想要让一个人死掉，但是他就不会来这样子。提议按摩 ，massage， 要去哪里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 ，kimoji 这样子。来来来，我们继续。OK， 哎、欸，又完成一个，哦，金牌了，金牌了，差不多了，我就可以跟他结婚了呢。哈、哦，这一次全部冲一冲了啦，成功了，我们约会彻底的成功了。哦哦哦，擒贼先擒王啊，哦。好了，宝路哥跟我们在一起了吧？太累了，我们太累了，表现诱人、欸。求婚了，求婚了，直接求婚了，我们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刀斩乱麻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要求婚了，我们要求婚了。OK， 我们向宝路求婚了，宝路哥，怎么会居然我们要谦卑到这样下跪求婚呢？哈？啊不，都先成为男朋友，这么高级的？哦 ，No No， 坏。为什么他为什么不想跟我们结婚啊？被拒绝了，难道是还不够吗？还不够吗？浪漫只要满哦。OK， 约会完成，我们赢得金牌了，传奇性的约会耶。莫妮斯米的家庭物品箱上将会出现一个特别的东西，好让你记得这次的约会。不错啦，起码已经有变成男朋友了，现在剩黑皮了，黑皮要把那个死神给拔回来就没那么容易。我真的有点后悔，我当初呢为什么要把杰哥的那个的骨灰坛给打破了，不然我们现在就真的还是在做杨氏夫妻了。Happy 还在玩火箭吗？会啊，他还是有玩火箭的、啊。OK 的，没问题的。Happy 再来一次好了，我希望可以再拿到一些外星人啊，外星人，不然现在还有两天，我们不知道干嘛。OK， 叔叔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哇，看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希望再拿到一颗啊，另外一颗就可以放在这边，两颗太空陨石、欸，哎，太酷了。绿油油的星球 ，BBP 的火箭飞船侦察前方不明物体的出现。当他越靠近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如波浪般的绿色树顶，清澈的蓝色溪川流，有可能吗？神秘的苍翠星球，皮进入这个星球的大气，关掉他的涡轮加速器，我们要降落喽！我们要降落喽 ！OK， 在哪里降落？以低速航行的皮划过了好几里的密林，终于出现了空地了。但这块空地似乎遍布着外星人的遗迹，他应该先降落在这个地方吗？丛林好了啦，我们全哎，我看一下，好几里的密林啊，密林好了，哎，废墟好了，我们选废墟好了。我们发现了外星文明的废墟，好险哦！皮的火箭平安降落了，而且目前为止还没有外星人跑出来欢迎他。皮晃进一座半塌的庙宇，似乎由多孔巨岩所建造，附近散落着其他奇怪的太空石，还有一个美丽的祭祀碗和其他宗教的文物。他是否带个文物回家分析呢？嘿嘿，当然拿走啊，好不好？不顺利的退场，糟糕了，一拿开始就出现了陷阱了，就对了。随着寺庙的墙壁开始倒塌，他随即抱头逃命。他成功的回到太空船并顺利的起飞，但太空船受到严重的损伤。虽然皮拿到他的文物，但接下来的降落可不容易。啊呵，该不会降落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？OK， 糟糕了！哈，皮的太空船坠地了。但是你可曾听过坠机还能安然脱身的吗？哇塞，我想了很久哎，就是想要把这个弄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换一个新的了。这个好了，这个不够等，不够高等。那我们还是只能买这个，那我干嘛卖掉呢？早知道刚就重建就好了，浪费这么多时间点。再约男朋友嘛？会啊会啊，先让他这个生肚子饿给回补一下下，他现在肚子很饿啊。哎，保罗哥来了，保罗哥来了，保罗哥怎么会自己来？了解，多了解他一点好吧？浪漫只要高一点的哈，对，不然没办法跟他在一起。帅哥保罗哥，哎，邀请搬进去新居哎，我们邀请了好不好？邀请，虽然我们还没结婚，就直接邀请他进来了。这样子我们再隔一间给他们睡好了，好不好？佛他们的。你要跟我们一起进来吗？同居要吗？
按下确定进入分家和同住即可修改模拟视频做两年。确定 ？Yes， 算要把我们的宝路哥给邀请过来了。宝路哥 ，Come in。呜呼，这样会不会乱搞男女关系啊？啊，就这样子啊，把他邀过来。保罗哥进驻了，保罗哥会不会看起来坏坏的，然后结果勾引我的妹妹 Happy 呢，或是 Debus 呢？这样应该不行啦。我们现在求婚会不会不行？先不要好了，可以害羞，抚摸脸颊。我们继续提升浪漫值，再跟他求婚，然后再来传宗接代。哇，继续增加我们的浪漫值。哎、欸、，Debus 有四级火箭技能了，他迟到了有吗？欸、真的呢，真的呢。让他去，让他去，让他去！翘班了，翘班了！糟糕了，糟糕了！我不知道啊，他是更衣室的服务生哦。哎呦喂！让他先去，让他先去，好不好？哎，多一个人帮我们那个赚钱也不错啦哈。去搜搜，我觉得 Winter 整个表情都精神气爽来了哦，开心到爆了，好不好？死神就不哎，保罗哥打电话来了，我听说你跟寒假开始约会了。恭喜你交了新的女朋友，这个不就是刚刚那个人也是在那个地方然后遇见的吗？他是不是也喜欢他？我现在也可以操纵他，所以我不会让他对我们的 Winter 不敬的，这样子不行。OK 了啊 ，Happy 变成年人了 ，Happy 变胖了、欸、，Happy 胖了 ，Happy 胖了，皮带碎了，实现梦想，规划退休，中年危机等着你。哇塞，我们这一集都变老了，真的要开始计划二楼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次就开始计划二楼。哎、欸，找来了、欸，他找来了、欸。不要让他进来，不要让他进来。他就是刚刚说祝贺的嘛，那一个嘛。不要让他进来，不要让他进来。妈妈吓人，妈妈吓人，不要赶他，不要赶他。妈妈吓人，妈妈来吓他。他惊起来。呜呼！啊，他说啊，这什么东西，什么鬼？吓到了吧？好啦，要求他离开啊，好不好？离开，不准来破坏我女儿的幸福。离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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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开。哎呦，反吓人！哎呀，嘲笑我们就对了，怎么可以让你称心如意呢？结果我跟他反而有了友情，这样子哦，再吓他，他怎么不走啊？离开了，离开了，赶快离开！你走，我不准你来这里。我们的 Winter 这样正洋溢着幸福的表情，你却来这里搞破坏，这样子对吗？哎、欸，我的花都长出来了，顺便来采一下下吧，全部收成。哎、欸，现在我们可以操作男生了，所以我应该可以跟他结婚了，先跟他拥抱吧。既然 Winter 这么喜欢我们。我们换回操作男生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啊，秀秀，秀秀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们先求婚好了，好不好？求婚，来吧，今天的 Winter 总算是有人要了，有吗 ？OK， 求婚了，求婚了，果然是成功了。你要嫁给我吗？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呼呼，嗯啊，OK。哇，抱得美娇娘了，公主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刚可以在那个火箭里面害羞，我们去试试看好了。哦，那之后就要生小 baby 嘞，那我们之后真的要盖二楼喽。呜呼，哦，激情的时候喽，激情的时候喽，才刚新盖的，好不好？还没有人进去过。哇塞，穿火箭太空衣里面喽。哇塞，第一次有两个人在里面，然后会飞上去吗？飞到太空去了。以制造浪漫气氛，保罗正在跟寒假第一次的害羞。哇塞，飞到太空去害羞，太酷了吧！好吧，我们等他回来，会不会遇到什么事情呢、啊？我们加速一下下，好酷哦！我以为是，哎呦，回来了！高空50俱乐部在火箭内成功，有成就了，太棒了！这样 Winter 会怀孕吗？帅帅的啊，为什么你不换装呢？他累到想要去睡觉了，连太空衣都不脱了。起码我们今天对大家有交代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 Winter 已经跟我们的宝路哥结婚了，而且已经害羞一次了，所以我相信之后他就会有没有？之后就会生小孩了，又会多一个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OK， 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左下帮我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右上角的资讯卡有这个游戏更多连载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